对啊，我想要升级强的镰刀啊，可是你看他的镰刀升级，他需要鹿皮啊，他需要兽皮不是吗？他要工具耶，我要怎么弄啊？要怎么制作啊？嗯，好吧，没有东西可以改。现在叫做换一个营地就穿换一件衣服。我今天穿。这个不错哦，穿着看看。但是我觉得罗拉好冷哦，我是不是给他穿太少了？他嘴巴在抖，我好冷。好嘛，不然穿这件嘛。因为你穿这件还冷就算了。没有，嘴巴没有抖了哎，我操！好，给你穿这个。我要当勤学的好学生。这里附近东西太多了。还没，아직전부찾지못했어요。等我。话说本来是用摇杆玩，后来发现用滑鼠玩简单的多，然后可以直接爆。你可以再用摇杆继续玩啊，对不对？滑鼠哦，我就算用滑鼠也不见得用得很好。我玩游戏不太行啊。雪白的兔兔好可爱哦。啊，罗拉你看起来好冷哦，我给你穿错衣服了吗？你为什么那么冷啊？我看你之前邪门歪道不错不是吗？摇杆不邪门呐，虽然我也用的不好，但是没有它不错的地方啊，弟弟。现在要去哪里啊？好多东西哦，杀死锅皮，然后装束的资源。可是我杀不死动物啊，怎么办？动物又不乖，我怎么杀？好多地方要去哦，我要怎么去啊？我是一个玩游戏的白痴。好冷哦，决定要到巴努拉换一件了。我发现他在发抖，还没啦，你好啰嗦，我还아직전부찾지못했어요곧찾을게요为什么我不能？是什么？我有其他手枪的是吗？我可以用的吗？哦，为什么我有其他手枪？好帅哦！哎呦，好帅哦！他那个是会中毒吗？好酷哦！对啊，为什么他不自己去弄呢？真是很奇怪，这只会叫我去，很奇怪。我为什么一定要帮你弄，对不对？哎，我要怎么升级啊？明明就是有得升级，但是我没有得弄啊，奇怪。我要升哪里？这只很强吗？我看它很废啊，我不想升它的级啊。我这边又没得升。管我用这一只，伦家是女生，伦家是女生，对啊，伦家是女生呢，为什么要叫我弄？啊，对，我要换衣服，然后换暖一点呐，这个很毛诶，我好喜欢这件呢，看，好温暖哦，那我看你嘴巴一直抖，为什么啊？
嘴巴为什么一直抖啊？这样不管你，我要喷嘴巴。嘴巴一直抖是你家，走开，不要一直重复。阿姐，全部찾지못했어요。我这边看错了吗？那边好像比。人家是女生呢，你是男生，那你원천을찾고있어놈들이얼마나알고있는지확인해야해여기요광산광산他不能上去吗嘴巴爬路吃力啊被枪开了一下就没事了天气真的怎么能他是罗拉嘛，没有办法。他只会开枪，他毕竟只会开枪。可是我觉得那边真的很冷啊，你看他都穿那么多。哎呦，统统里，我叫统统里。那我这里怎么办？哎，我女生，哎，跳跃。是哪里啊？나왔나아세적들사이에잠입해서놈들이산속의풍부한자원을찾아왔다는걸알아냈다일단우리가지키고있는비밀에대해서는아무것도모르는것같다철로된길을만드는사람들은수감자들이었다붉은군대의노예들이제육중한기계들이철로된길을통해노예와식량원자재를운반해온다놈들은이걸이용해작은도시를세우려한다이제동지들에게돌아가습격할계획을세워야겠다놈들이그산에도달하기전에막대한피해를주면포기하고돌아설지도모른다오回来了예배창开어저기한군好你继续现在在哪里呀어这可以开门呢어你怎么都打不开讨厌你这里是哪里啊飞到哪里去好先飞过去飞不用飞这可以走这里会有什么一些秘宝吗这里好冷哦我看了你都觉得好冷哦那水会不会掉下去就掉下去啊我好奇我可以在里面游泳吗这里说不定有东西哦感觉这有东西的 feel 有东西吗没有板板呢要怎么用需要战斗剑士才可以通过这里我不能游泳吗我那么久那可以游泳耶那我要怎么办好冷的感觉哦我们就冷死你吧咻好哦好漂亮哦罗拉抖抖好算了不要虐待他我赶快去找我们找该做的事情你看看啊我现在没有升级我就什么都不能去啊反正我要怎么用这里吗姐姐姐姐没错我要先做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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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以前的狼会攻击，他们现在是逃跑的狼。看我以前看到他是下子里爪。哎，食物，啊，食物了，是。这是哪？这边吗？没有地图哎。升级都要来这边升级，到萤火升级。哎，那个狼呢？哎，狼就消失了。옛날감옥으로가는방법이있을거야。
死人是那一只吗？那怎么身上会有弓箭呢？지구위에진보와평화의별을쏘아올린우주비행사에게보내는메시지구나有手它是抱的吗？我以为是可以开的耶。在这里，终于找到你了。原来是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这里是吗？行啊，那为什么一直放反光？他独门的特别破坏法。这到底什么东西啊？明明是黄色，但是，又没有东西。表示是可以爬的意思吗？对，我要放进去。哦，是这样子吗？这样子。八。去的时候明明就没有这个，这是什么？这个是因为我快要到目的地了，毒蘑菇超棒的，你有吃过吗？毒蘑菇不错啊，可以做，它可以猎熊熊，它很强，可以猎熊熊。
什么那边我不能飙啊？爬上去之后，面墙壁就可以爬啊，是吗？难道我又很蠢了吗 ？Hello。黑色吗？嗯。然后我觉得它大到有一种不知所云耶，有点困难。干嘛呢？有东西标比较方便呢，真是哦。现在小孩就是需要有更明显的东西比较方便。내게이런메시지를녹음해서보내는게정말좋아지는구나아나는책이나논문에서벗어나서가끔은지금하는일의목적을생각해보라고하더구나떨어져있는게싫겠지만언젠가는이해하게될거다정말가치있는일이란다사랑한다얘야공부열심히하거라중요한일을하신다는건알았지만그땐잘몰랐어요덕분에자립심을길렀죠제자신을돌보는방법같은것도이제와생각해보니정말중요한걸배웠네요